是有点，是非常的紧张。帮我把那个油碟拿掉。如果是唱歌的话就，对，因为毕竟就是工作嘛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脸，就是我都已经是这么黑的人了，我还有黑眼圈。对，差不多我差不多四五点才睡，然后不是我8点就起来，我就完全睡不着。之前都会在马路上驻唱，最近宣传都是在马路上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都要这样子，还有在大马路唱歌，在前面的十字路口上唱歌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有缘分的跟马路。我看到一个蛮莫名其妙的，就是他说他给一个他的前女友，前任男朋友，然后他说，虽然我不知道你现在还记不记得我，想说这个到底有没有在一起。